好，我们刚刚讲到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那么微妙的法门，天台宗讲到三种法门是微妙的。第一个，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这个是微妙不可思议的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不管你是不是跟他安住。他就是清净而具足，啊，不管你怎么打妄想，他还是这样子，这件事情不可思议。第二个，众生法界也不可思议，众生的因缘，一念的颠倒妄想创造的祸业苦也不可思议，啊，佛法界当然也不可思议，佛陀一念的觉悟的心创造了万德庄也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众生法界跟佛法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但是这两个法不可思议的前提，在于心法妙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要先安住，就是称性起修。你没有找到性德之前，按照天台宗的判教，你没有资格谈修行。你哪有资格谈修行呢？你都没有把心带回家，你怎么改变因缘呢？一个人要先安住在不生不灭的心性。你才有资格去调整你的因缘呢，你就活在因缘当中，你自己被因缘搞得团团转，你怎么改变你的因缘呢？你要有本事摆脱因缘，你才能够回过头来放手去处理因缘嘛。你的心跟因缘所生法搅在一起，你怎么改变你的因缘呢？而我希望能够改变众生的因缘，让他视力点减低一点。我希望佛陀的因缘在我的身心当中增加一点。方向没有错，但是当你调整众生法界，当你要心求佛法界之前，请你先离开众生法界，请你先离开佛法界。你必须找到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没有涅槃，也没有生死。你必须要先远离所有的法。把自己逼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，你才有资格谈柳暗花明又一村嘛。你没有把心带回家，你因缘怎么改变呢？我问你怎么改变呢？你越修越复杂，所以第一件事情先摆脱因缘，叫做离一切相。一个人要改变你的生命，先摆脱所有的相状。杂染相也不可得，清净相也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。啪！当体，今知当体是，方恨之蹉跎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很想改变我们生命的因缘，是的。但是，你要先离开因缘，你要把所有东西都放下，好的也放下，坏的放下，离一切的相。然后你安住在一念的无相的清净心，你才有资格谈集一切的法。这个人，你才有资格讲修法。你的心性的功德没有建立之前，你没有资格谈修法。按照藏传佛教的传承，上师不可能传法给你，不可能给你受记的。你有资格干什么呢？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，就做你这件事情。修皈依，修皈依，修修五戒。你没有安住一念心性，上师不会传法给你的，你根本不可能修法了。你到了这个修法，你还是活在颠倒妄想，是吧？你的心是妄想，修出的法都跟妄想相应嘛。你心是真的，一真一切真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心法是很根本的，就称性起修，先找到性德，才有资格腾出手来修德啊。这个时候用藏通两教调伏你的。生死的众生法界，用别圆两教的假观，一佛念佛来创造佛法界。这个时候，你就有资格谈佛力跟法力的问题了啊。好，我们前面讲到性德，我们来看看称性所生的因缘，我们来谈谈因缘法。前面讲到性德啊，先来谈谈缘起的啊，这称性起修，那个讲修德，现在讲修德。是师父慈悲。
法藏比丘在因地思维了五大劫，成就了极乐世界一正庄严。而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用的是有漏的第六意识，如何能成就无漏的极乐世界功德庄严？按照天台的判教，出地前叫波罗道，出地以后到实地到佛道叫方便道。也就是说，出地之前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回归到清净的本性。当然你也可能修空观、修清净心、也修六度，但是这个只是界相修行，重点在于回归到你的清净的本性。从明智位到观恨位到相思位到分正位到出地，所以你出地之前所发的愿通通不算。所谓不算，是约的你未来的净土是不算的。真正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在初地，言教的初住发心住，这个时候你会重新发心了，而你这个时候所发的心跟你未来成就的国土就有关系了。因为你是从真实的心发的出，这个时候十方诸佛会做一个动作为你受记，开始为你受记了，就是证明你这个愿一定会成就的。佛陀为什么不为凡夫的愿受记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今天发一发，你明天忘掉了。你自己活在妄想，佛陀是要为决定性的东西受记了。所以我们凡夫的愿啊，只是以你现在所做的愿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现在发的愿还没有达到什么啊庄严净土，还没有这个资格了。你现在所有的愿就是先成就出地了，到了出地你就可以想一想你的以后要怎么度众生。我是要创造一个国土庄严的把众生接过来，还是我亲自跳到凡夫的世界陪他们成长？你就可以想这件事情了。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这件事情了，这是后半段的。你现在叫波罗道，出地以后叫方便道，这个是你就可以考虑怎么度众生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不是有漏的第六意识，你说错了，那是他第一件，他正式回到家，他踏进家门的那一刹那，发起初心欢喜地，寄生游至现禅明，这个时候他重新会发一次菩提心。因为我们现在是遥望家嘛，但至少遥望家比一个人在外面跑好多了，这我现在还没回家，但是到我已经往家的方向在走了。从明智位的家到观恨位的家到相思位的家，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家，到了初地正是一脚踏进家门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就是转世成圣，转成妙观察智，这个时候你会重新发一个愿，这个愿就跟你未来的成佛的国土有关系了。这个智的大师叫做真修，真实的修理的菩萨道了。我们前面叫圆修啊，假借外境啊，跌跌撞撞，进进退退，但是因为绝不放弃跟方向正确，慢慢的趋向真如啊。我们叫现在叫随顺真如啊。看第二个，阿弥陀佛一指四十八愿创造的极乐国土，而释迦佛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无不是舍身的地方，两土世尊成佛的方式对我们印地的方法有何启示？我们刚刚讲过，出地以后你就开始要考虑怎么度众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，你向阿弥陀佛学习，你创造一个非常庄严的国土。当然你可以参考其他人，其他的佛已经成就的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国土它的水质特别好，我觉得水质对我很重要，你就把这个八功德水，把它放到你的这个规划的国土啊。也就是你在成长过程深受空气污染的干扰，你就这空气也很重要，生活国土的空气怎么怎么的啊，你都可以做很多规划。但是你记住，你规划的越多，你就更费劲。你这一期的应化身，就是说，出地前修法身，出地后修应身应化身。
你可以尽情的规划你未来的国土，但是你规划的这个国土，因为你要让那么多人来受用，你必须把众生的福报都修，因为福报你要跟众生分享嘛，你就必须要积极资粮嘛，啊，你规划的越复杂高难度的，那你的时间就花得多啊。凭什么阿弥陀佛叫做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呢？当然法身都一样嘛，就赞叹佛陀这一期的应化身，他老人家付出的代价最多，他的花的时间更长嘛。所以出地以后，如果你没有成佛，当然你要继续开显法身，上求佛道，让法身更圆满。第二个，你开始在修应身了，知道吗？你开始规划你未来的国土了。如果你选择来到众生的娑婆世界，可能会好一点。但是如果你选择我要另外创造一个国土，把众生接到我那里去，那就比较费劲了。当然这个东西你自然自己选择，反正初地菩萨也无所谓，他无我我所，时间拉得长就拉得长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佛法界是这样成立的，他是怎么样的规划，先成就法身。凡夫到初地叫做波罗道，成就先成就清净心，然后再开始成就庄严，开始做两件事，第一个怎么让众生的善根成熟，第二个怎么庄严你的国土啊，这个就开始发愿了，修应身佛。好，那么你这一期阿弥陀佛这一期因缘结束了，阿弥陀佛下一步干什么？继续创造，继续发愿，继续修下一期的应身佛。当然，阿弥陀佛这一期的时间很长了，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嘛，所以他的寿命你看。阿弥陀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那他现在的寿命才怎么？才十劫，啊，还有很长。但是你不能够一耽误，可能你一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哎，阿弥陀佛国土没了，那你就得要等很久了，等到下一个人再去发创造这么个国土了，是吧？好，请说。我想问一问啊，当你把心带回家之后，会不会再次离家出走了？就是说，我譬如说哈，我发现我本来清净，但是一到外境的时候又迷茫过去了。这个很正常，很正常。我们现在的回家很难相续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明智位。我们现在是一种家的概念，是一种语言文字，要透过语言文字的思维，对不对？不像初地能够任意回家，他能够离言说下，他用这个明了的心亲证真如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要靠语言做桥梁，对不对？那语言文字的东西就薄弱了。那我们现在可能回家的时间可能维系一个十秒钟、十分钟，但是人家刺激你，你就家就没了，回到妄想，但是没关系。你呢绝不放弃，就是说这本来就是进进退退了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释迦牟尼佛刚开始也是像我们这样子，是吧？就是说当然你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，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你要有一些方便门，你要有一些对治，你不能只是修言教，你要比如说烦恼出众，哎，修修不净观，修修无常观无我观，你要有一些对治，就是什么东西经常把我从家拉出去的，是谁把他找出来，一定有一个贼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老是会离家出走，找出他的原因，一定有一个东西他对你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你把这个问题找出来，用藏通两教去对治他，就对治法门啊。那么对治久了以后，你会慢慢回家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了，越长，就都对了。你不是说你一回家就大事已办的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、啊，但是你处理问题的时候，把所有问题拉到心性来处理，这是最好处理的，最好的方式。这叫大白牛车了。
好，我们前面讲到佛法界，这个佛法界我们可能是以后再说了哈，也成佛。我们现在看凡夫法界，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称性起修。当我们把心带回家以后，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过去所留下的众生法界哈？这个地方有三个问题。净土中念佛的时候，安住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是不是等同安住真如？安住佛号就是安住真如吗？答案不一定。如果你的心不是内观的，你是求向外求的，你这个时候只有安住佛号，没有安住真如。你这个佛号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但是你强烈的皈依心去念佛，这个也是念佛，但是这个佛号不坚固，不坚固，很容易破坏，因为你的心是虚的，你的心是虚的，也就带动的佛号的力量也是虚的，一虚一切虚。如果你今天在念佛之前有稍微内观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我本来就具足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我本来就妄想不可得，然后再来念佛啊，以佛号来起现带啊，托彼依正显我自性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实的，这个时候你念佛就等同安住真如，安住真如就等同念佛，不二。能念的心，所念的佛都不可思议，这样懂吗？你如果有先正念真如再提佛号，这个佛号就变成真如了。就是安住真如，因为它即空即假即中，它就是等于即假嘛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正念真如，直接念佛，这个佛号不等同真如，那是你妄想创造出来，只是一个好的妄想，带有皈依心的妄想。但是向外攀岩，毕竟是希望，这个本质没有变。那么你用很虚的东西去念佛，你最好没有逆境来干扰你，如果有出众的烦恼来刺激你，你这个佛号很容易丢掉了，因为你经不起考验的，经不起考验的啊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个，当我们用一心三观的方式来念佛的时候，应该如何理解能念的心跟所念佛的相互关系？当我们不安住心性，直接用妄想念佛，那么你的生命只有一种力量，叫做佛力不可思议，存他力，就向外求一个力量来救拔你啊。但这个地方会有问题啊，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力量，求佛陀加持你啊，你的心向外求法，我刚刚讲过会很脆弱。那么当我们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两种力量，自信功德力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两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为大师讲，离开了现前一念心性，何处有弥陀名号的功德？离开了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如何测证一念心性？就是说，你的心性是本来具足，但是信德要假借修德的开显。阿弥陀佛是一个很好的真上眼啊，那么你需要弥陀的名号的帮助，你才有办法把极乐世界的功德创造出来。虽然你本具，但是信德要有修德啊。但是这个修德一定要有信德的加持，这个修德才能够有用。所以心力带动佛力，佛力加持心力，产生一种善的行为，称信起修，前修再信。佛号只是帮助你开显信心的功德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极乐世界就在你的心中，你是假借佛号把它开显出来，那么它能够有效的 消除自他的对立，第二个距离的障碍，这个就不是十万亿佛土二十万亿佛土的问题了啊，这是第二个啊。第三个，言教的一心三观跟净土中的念佛应该如何怎么配合？这个总结最后一个问题了哈。配合是先成就心力，
才成就佛理。你必须把你的脚跟站稳了，你这个打武功啊，一定要自己马步站稳了，你才有资格去练这个少林拳、武当拳，是吧？你必须把心力站稳了，就是内观真如，你才有资格外顺弥陀。先建立心力不可思议，把心带回家，然后再修皈依、提佛号，应该这样子。如果你不调整心态啊，你夹带妄想来念佛啊，这个佛号念得很虚啊，因为你的心是虚的。诸位，不是佛号是虚，因为佛号是经过你的心去运转的。你能念的心是虚的，你造成的所念的佛号也是虚的。问题在这儿。你的心是实的，佛号也变成实的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点？好，请说。谢谢师父。作为初学者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无分别智是把心安住真如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？就是如果它是必要条件的话，是否还有其他的条件才能把心安住真如？还是它就是充分条件？如果我们得到的无分别智，然后就可以把心安住真如？这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听一些南传的一些教法，那么通过对感受的一种处理，达到一种平等心，所以他就能够把心安住在自我的一种内观的上面，不受外界对他感受的一种刺激的一种反应。所以这是我的问题，他是把心安住真如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？谢谢。它不是必要条件，其实无分别智啊，它只是在当你要把心带回家，你发现有困难的时候，因为有妄想在拉住你的时候，你必须破除这个妄想。那这个妄想势力很大，你又不能对峙它，因为你一想什么东西，它就给你唱反调，你观想不净，它就给你想现出净的相状出来，所以你还不能用不净观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想，就是直接不要去想，它自己消失掉，这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一路修无分别智，你回不了家的，因为你只有破妄，你没有显正。无分正念真如啊，是要去透过学习的啊，你要去学习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这种大正经典，顺着他的思维模式去回光返照。啊，照着这个方向去思维的正念真如啊，无分别智只是说，你想回家，但是你回不了家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回家以后，你很快被拉出来，到底是谁拉你的？一定有一个烦恼在刺激你，可能是贪嗔高慢。这个时候，他烦恼要活动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名言嘛，一定要想象力嘛。这个时候，你把名言切断。眼里道断，他的心就没办法活动了。他是这样子，无分别是在指望用的，但是他跟显真没有关系的。当然他会帮助你显真，但是他本身不是显真的正因，他不是显真用的。无分别是能够显真，那佛陀就别讲言教了，讲别教就好了，是吧？但是面对初众的烦恼，无分别智还挺好用的，就是在此妄这一块、破妄这一块挺好用的。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那弟子的理解就是说，我们修净土的还这个空观智慧还没成就之前，我们其实应该花多一点时间来修这个空观智慧，那这空观智慧成就了，我们再放多一点时间来念佛，这样的方法对吗？有些人是起坐，如果你发觉你的善根够，你过去生有大乘善根，有圆教的善根，你只是缺乏学习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加把劲，让它先到位。但是如果你对师父讲的话，你一句话都没有听懂，那你就不要学习了，你好好念佛就好了。就是说你这样学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就是看看你的根性，就是说你已经懂了，但是你好像觉得还有一点那么点阴暗，那你就让它你要再加强一下。既然你不要一知半解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对课师父的课你一句话都没听懂，那就别写了，不要写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今生学来不及了，那只好靠实修了，拼拼看，用皈依一心皈命，通身靠道。我虽然不能相信是心是佛，但是我就靠我的用我的拼劲也是可以啊，那只好靠皈依的力量来冲过妄想，看看能不能创造过去，应该也创造过去，啊，请坐。言教的东西不要勉强，你要是听不懂，就真的听不懂了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是不思议界的。我已经讲了很多话，要禅宗人他不跟你讲话的，禅宗人他跟你讲几句话听不懂，那就别参，请你到其他地方去了，他跟你。我算是我们教下算很客气了，对你讲很多话了。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哈。弟子想请师父替弟子肯定一下哈，因为一般来说修净土法门的都好像强调是一句佛号，一部无量寿经哈。那我现在我早上起来就是楞严咒，然后呢我就是八十八佛，我现在也没有去算它这个加行了，就是当作是我每天的功课一路做到底了。那然后呢，我就会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那个寄诵，因为我觉得对我很摄性，我很那个很法喜。那然后之后呢，我就会才念佛了哈，念佛然后呢晚课呢就是一部阿弥陀经，然后念佛，那睡觉以前就是参摩。那这样我觉得比起来好像那个比例好像念佛没有哦，这个比例好像不多，不够不够。那请师父开示一下，那弟子还有其他问题。这个本来净土宗它有专修派跟研修派两派，那如果说你有些人他是我一大师说，有些人他修业广，他对佛号的皈依越强，他必须要这个过程，这个人适合做研修。就是说我受了普贤方便品，我对佛号会更感动更皈依我如果不修普贤方便品，我念佛号念的没感觉，我皈依心升不起来，那这样子他就必须经过这个过程。所以这个要去自己去 try 大方向，你符号现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强烈皈依的心，大方向那你是怎么做到的，那个人就有些人可以直接契入，有些人要假设其他的方便，像我就会先楞严经我懂了以后，我来看我一大师弥陀要解，我就对符号更信心更有信心，我必须透过楞严经，有些人可以透过普贤方便品。所以这个过程说实在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结果就是你要对阿弥陀佛的佛号一心归命。结果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透过普贤方便品帮你做到这一点，那这个普贤方便品对你就是妙法了。谢谢师父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我是想以我的了解呢，就是好像我们凡夫一定要肯定承认自己是一个业障甚重的凡夫。那可是在修那个忏悔法门的时候呢，好像师父不是说过最好，我没有说凡夫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甚重，不是师父说的，我就是我的了解了好像祖师大德，我不是听你哪里讲，那你可能看的是其中片段了，可能祖师大德他不是祖师大德，有时候是对峙了。
他希望你忏悔，所以会开方便门，就是为师施权了，是吧？但是其实业障深重这个法，你这个思维的刚好就不能太超过，太超过不行的，因为你会把自己定位成业障深重，那你最后果然业障深重，是吧？不可以，不能这样。你要思维本来没有业障，这样才对啊。你不能加上业障的势力啊。你临终的时候，你要突破业障，你一定要把你长敌人的士气，你怎么弄得过他呢？是吧？你的思想是很重要，你的名言是怎么安立的？你的内心他是就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你一天到晚赞美敌人，说我你很强壮，我打不过你，最后就能打过他了，是吧？你果然打不过他，真的就是这样。一切唯心造啊，你心里的力量很大，很重要的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师父哈，一般人死了以后呢，都会做七做佛事的。那师父，如果我走了，我就肯定自己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这个佛事还需不需要呢？不需要。对你不需要。哦，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还是要别人超度你嘛？这不开玩笑。哦，谢谢师父。师父不好意思哈，最后一个问题哈。昨天我在家里听你所讲的那个唯识学呢，他听到你说，如果一个人他在昏迷状态走的话，他肯定是不能往生的。那如果他是修净土法门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是的，因为你净土中。你必须做一个动作，跟南北陀感应道交，而感应道交，你的心要清楚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在昏迷中跟感应佛陀感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正念分明的时候感应道交，没有例外。当你进入昏睡状态，没有一个人是睡着往生的，没有人呐、睡的这个人就不太可能往生了。几乎不可能，因为你要跟弥陀感应，你才会往生的、是吧？那用谁感应？当然用心念去感应呢、所以你不能进入昏迷状态，所以临终的时候不能打麻灰，再怎么痛都不能打麻灰，要忍一忍，不能打麻灰，不能让他睡着，要跟他要头脑保持清楚，要意念佛陀，意念净土，意佛念佛。师父，还有我现在有一个朋友，他是肺癌末期了，所以每天他都痛得很厉害的。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叫他提起那个念佛？因为我你这个时候要他的心，要他的心的，不要注意他的身体，注意他的下一个果报。你要成功，因为你一个人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，你去想他也没有用、你要开始就是让他的心。脱离这个果报，去想他下一个家。你要成功把未来的愿景，把他心引导到那边去，就对了。哦，谢谢师父。哎，还有师父，那你去台湾以后，如果我去台湾的话，我要到哪一个道场去可以联络到师父？师父的道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 Internet。我们网络上见，师父会提供我们的一些即时的课程。好，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前面讲到，哦，你还有问题？好，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要马上做总结了啊。不好意思，师父慈悲。弟子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，我听了师父那么多课呢，有一天听到说，我们都是学净土宗的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最有把握的就是的念佛三昧。所以怎么样得念佛三昧？念佛三昧有没有什么相状？念佛三昧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可以不可求了。其实但愿往生不一定要念佛三昧了，不一定要把它带那么高了。那你这样子净土宗就不是三根不备了。我觉得念佛三昧，你就是祖师大德也没几个得念佛三昧啊，是吧？大部分都但愿往生了。我觉得你，当然你目标定的高是对的哈。但是你一定不要定得高，你有个问题啊，它反弹的挫折感也重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，就是说你还踏踏实实修正念往生，而不是修正定往生。正定往生很难的，这是我的建议了。你再想想看哈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只谈正念的哈，正定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，我们就不谈啊。
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啊。对不起，师父打扰一两分钟。我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师父在台湾的那个佛学院在鹿港，因为我看过他们的教程，他们修鹿谷了，不是鹿港。鹿谷。好，我讲错了。那个他们的教程是修四念处，那我现在想知道，对于出家众，他们修完四念处，下一阶段他们怎么去修一心三观，或者他们下一阶段的课程是什么？其实我们佛学院对这个原教思想一开始就灌输了。所以他在修一心，他站在一念心性的平台修四念处，他不会产生偏激的做法。一般我们显教啊，一开始就早就把一心的思想就要先告诉他，然后呢再修对治的，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不会太偏激了。如果你不建立一种心性的中道的平台，你直接修，因为四念处是一个很对立的东西了，那么可能会产生。当然，有些人不会啊，看个性啊。但是有些人会产生对立的偏激的思想，可能对世间极度的厌恶，那也会产生一些极端的行为出来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先把圆融的思想把它底先打好，再修对治观法，一般是这样子。哦，好，请坐。来，我们做总结哈，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讲到。信德的时间多，啊，彻信起修，把心带回家。因为你心是实的，所以所修的法都是实的。我们现在来谈修德，就是因缘法的，就是实际的问题，啊。前面讲即空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即假，就是一念三千的问题，啊。当然，净土中跟一念心性的操作啊，先建立在一念心性很重要，但是这只是个基本。那么一念心性安住以后呢，就要谈修正你的念头了，就是一体起用了啊。那么我们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有相状了，对不对？就要见相了。我们必须让心，因为你这个相状一出现，它就有如是相性，就有因缘果报，就有它的心态，就有它的因缘果报了哈。你必须把你的心啊。的相状修成怎么样呢？两个相状，一个都摄六根的相状，一个净念相聚。你必须把对娑婆世界攀缘的相状越来越少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相状越来越明确，这两个啊。那么这两种曲线要同时现前，而且。它保持在一种 increasing， 就是说，你如果一个人的临终的正念在平常是可以修的啊，就是你，尤其是往生前五年，你的那个每一个点那个念头啊，每一个点啊，它的点的落点啊，是进步的，是 increasing 的，就是都摄六根也在进步，净念下去也在进步。你这五年都是在进步，也就对了，你往生就有希望，就是一念三千了。我们讲到三千就因缘所生法了，就是说即空安住，即假就落入佛法界跟众生法界，调伏众生的相状，加强弥陀的相状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你的观心呢、啊，不是只有观清净心呢、啊。还要观你的心，清净心里面现出什么相状，你可以要。如果这个相状是你要的，跟你的目标往生的目标是相符的，你可以加强它。如果你心中出现的相状跟往生是违背的，你就必须要对治了。所以不能只是修清净心了，诸位，你要修即假，就是一念三千，你要看看你的相状，它必须是跟。愿离娑婆心求极的这个相状是相符的，就是我叫做往生的曲线要出来，懂吧？你这个人去年的相状跟今年相比，你贪恋娑婆的相状减少了，心求极乐世界的相状增加了，这是好现象啊。如果你明年又在进步，你只要连续五年都在进步，好现象，你往生的曲线出来了，往生曲线一出来，你临终的正念就可以期待。从现在开始，
你就可以为临终布局了，这样懂吗？临终不是说大家碰运气，不是碰运气的，是修来的。就是说，你从现在开始，你抓你一个月也好，抓一年也好，你对比一下你的相状，你心中出现什么相状？因为每一个相状它是一个因果。你发觉你娑婆世界的相状淡薄，极乐世界的相状耗药，好现象。明年更淡薄了，更耗药了；再后年更淡薄了，连续五年，这个点数都在增长。你已经走上往生的正确道路了。如果你出现的是一种不确定，今年增加，明年退步，后年增加，那就要注意了。你要找出原因在哪里，一定有问题了，一定有东西在干扰你啊。可能你有一种初衷烦恼没有对治，你要放手去对治这个问题。当你的修行呢是进进退退，一定有原因的。就是十法真的讲四通善，一定有一个石头在那里卡在你的车上，卡在你车前面了。你要把那个塞障碍物拿掉，可能你没有好好忏悔，可能你的戒体有过失，你的持戒有过问题，可能你今天是攀岩什么东西了，你的事情太多了等等，啊，找出原因。如果你的那个如是相那个相啊，是起伏很大，一下子有，一下子进不下，退不下，进不那就当有问题了。你的内心一定有一块石头在，你不搬开来，你过不去的。可能是业障，可能是烦恼障，啊，找出问题啊。当你的心即空即假即中，那个相状现出来是一种稳定的成长，恭喜你，往生的曲线出现了，临终的正念可以期待了，啊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就跟大家。也就到这啊，谢谢诸位的参与啊，让我们这次课程更庄严。阿弥陀佛，好。谢谢。